好嫩哦！对啊，这细嫩的茶做起来才会有质感。哇，这个漂亮。所以我刚刚讲这个等级叫白牡丹等级。总共有分多少等级？有四个等级。第一个等级就是中间那一只星嘛。对。那一只星就是所谓的银针。银针就是一只银针。最好的。对，那一斤要可能要采5-6万个才能做一斤茶叶。哇，那单价一定不菲啊。对啊，那个通常你接单了之后你也交不出来。对。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茶可以采。对。那第二等级就是你现在采的一星二叶，叫白牡丹。白牡丹第二等级。对，像这样的白牡丹等级，对。那我们要比较一下，对，我们来找找看有没有银针等级。哦，银针等级就是要再找个一星二叶，然后只采它的那个星。你看，光是这样找就是要花很多时间的，对对，像这样，这个星。给你采好了，我不敢采。没关系，就一样画行吧。一哥，你找了几个啊？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找哎。你看，他说的，这个是最高等级银针。最高等级。对，就是中间的心嘛。然后这个是第二等级白牡丹。那第三等级有吗？有，第三等级叫做贡眉。贡眉。贡眉就是一星三叶到一星四叶。一星三叶就是往下再多摘一叶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譬如说这里有个星，然后你往下摘。然后你再把那个心拔起来之后，它就变成寿眉第四等级。第四等级，这就绿叶产哦哦，这个比刚才的更明显、更清楚一点点。对对对，这也是小小绿叶产。再养这个。哇，所以它应该算是很珍贵的。很珍贵的，没有它一咬的话，我们这些茶就没有那种柑橘味了。赶快放回去，好好咬啊！好好咬，在跟他说话。哎，这个是不是？这有被盲春象咬过？对对，这个也是。这哇，这个也算。对对，所以要我们看高一点，就是把它拉下来。人往高处看。所以这已经掉秀。所以通常采完茶之后，我们就是会有五十间就变100间这样。对，两只加起来啊，100间。对，几乎每一个都有被那个虫咬过了。对，那像有一些区域，它可能小绿叶茶，它的季节可能就是在暑假那段时间。那我们这边就是从年头到年尾都有，一年四季都有。一年四季都有。为什么会？因为我们就是完全的野放，然后我们也不用。肥料，然后也没有做任何的灌溉，就是让它是完全的自然去生长。哇，所以这样反而才是真的是天然的茶是长这样子。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在这片茶园里面，我们给生物生态是最好的环境下让他们去生长，我们人类不要过度的去干涉。嗯，是。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，某一个园区里面啊，这些虫他们其实是害虫。但我们不会这么想，因为我们觉得一物克一物。当你把这一个虫去除掉了之后，那它的克星它没有东西吃，那你只能吃它的作物。对，对，也是。对，所以反而提供它最自然的环境，食物链自己就会平衡自己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哎，你们这样的这种思考的逻辑，我觉得很棒，尤其是现在这么进步的那个时代里面，更需要这样。稍微倒退一步，然后再重新来调整一下，对啊。哎，肯啊，你才几根啊？我不瞒你说，10株不到。不一样哎，你也是吗？一样少。好，认真，我要认真了。我一直以来都很认真啊，那你怎么还10株不到？很难找哎。哎，会眼花哦，会眼花，真的哎。这个其实最好的。哦。这个心才是重点，所以中间这个心就叫银针。对，就是如果都有摘中间的心的话，它就是银针了。对，像这个就那我就直接都摘心就好啦。这要摘很久哎。那到底要多少的银针才可以制成一杯茶？哎，一杯吗？还是一包茶？一包茶，应该说一包茶，差不多要60000支银针。60000支银针，那是一般高。什么时候啊？通常
因为我们已经做习惯了嘛，我们通常是我们一家人一天就可以了。一天？我光找我就一天怎么可能有60000只？可以啊，做习惯啊，做习惯啊。我现在觉得好像要吃一点叶黄素之类的，这样才找得到吗？对啊，因为它真的很小啊，但60000只哎，你们一天可以采完，真的好厉害。再配合我身后这片美景，山岚边工作的状态，这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份工作。源头哥，刚好我认识到很多茶叶的品种，以前我们就知道一清二叶，然后没想到有银针啦、白牡丹啦，还有我们刚刚采的那个雀舌，都是针对茶叶的知识增进了不少。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，然后还要不分气候，这种田尤其很湿滑啦，真的不容易啊，采收不容易，而且这些银针又非常的小。他要在一天当中把他们尽可能把他们采收完成，我眼睛很酸。我刚刚有听到你这边大喊说一天要采5-6万根，对吧？哇，真的哦，不可能。所以我刚刚就说，哎，可纳你采了几株？你说不到10株，10株不到。对啊，我跟源头少去采嘛。对，他头里有很多这种茶叶的知识，什么都我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回答我，然后真的是对茶叶的农夫真的是非常的佩服，我们一起向他们致敬。是。厉害，接下来应该是到了适合的阶段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又不是又不是，我们都这样了，还不能适合。我们接下来还要处理我们采好的茶叶，要准备去把它加工。好，要炒茶。好的好的，炒茶应该是在室内的吧？对，在室内。好，可以，对，不用再爬山了，身体快湿了。没有没有，而且应该是坐着还可以吧？哎，要站着。啊，这要站着，要站着。那我采的有点多，有点重，你们要小心搬。OK， 好吧，请老板带我。好好。我们接下来要杀青，但杀青之前要先摇青。摇青的用意就是我们要把茶叶丢进去锅子里面炒。如果你没有先把茶叶聚集在中间，你一点一点慢慢丢，你丢到最后，前面的茶叶都熟掉了。哦，跟时间赛吧。对对对，摇青的青是哪个青？就是草布的青。对，去无存金的金啊。对对对，是是是。哎，对，也是为了要让它集中，不要让它有那个先后下锅的顺序不一。最好是大家同时让它进锅子里面。好，对对对。那请您教我们怎么摇。是。这个简单任务就交给我们家孩子来示范。好的。简单任务。这个不用出手了，交给第六代传人来就好。对，要注意看哦。好。好，开始。哎，哇！哎，哇！你注意到它是反方向？是是是是是是是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。哦，3秒就要搞定。对，那因为你们是初学者，就30秒让你们。这样子就中文啦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第一棒。好，可以请弟弟稍微指导一下，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诀窍？诀窍，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是吗？然后手不要放太前面，往后一点，就这样，对，这样，这样，很好啊。然后这样的动作，没错。啊，怎么会变？啊，没有用哎，怎样哎？看看弟弟这样也不对啊，我手快要掉下来了。真的是，所以是这样吗？没错，怎么觉得好紧张？掉了，好一点点。先等我，哎，有有哦有哦，哎呦，但好像。哎，这个算是比可能好一点点。哎，但他牺牲的比我多哎。对。那分数怎么评的？你看地上都是。地上先不要捡啦，因为搞不好我弄完全部都在地上。我刚刚看弟弟好像是一个巧劲，好像不能太大力，太大力又全部。全部又在集中。他有巧劲，不能太的。来来来，帮我计时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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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一字形，对啊，一字形，哎有哎，有哎，可是我比较集中啦。我们在用的时候要这样子，它是一个圆的形状，对，然后尽量要蹲低一点，要不然你们要蹲会这样子会往前倾，哦，将头往外飞，一下，哇，
好顺哦，它就是集中的摇，然后集中摇，集中摇，集中。要握这样，手不能太前面，然后要蹲低，然后会太低吗？不会吧，可以了啊。然后要，有哦，有，对，我们一般都会弄成前后，我就不会了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还可以这样，可以吧？试试看，有哦，然后。我好像就这么集中了，我觉得是姿势的问题。姿势问题，哇，这要蹲低，稍微蹲低一点点，不用这么低，不用蹲太低了，要练功。有，哦，这是好，哎，完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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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一个回到原点的，对不对？收啦，就是。但是它是一个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嗯，而且它有把它收回来，用接的是不是？啊？对啊，哦，但我你的直线用得很漂亮，我每次都变成直线的啊。哇，而且要不要换边？这个腕力会很酸呢。转球的，哎，有了有了，要有一个了，要有一个，有好像感觉勾一下收一下。哇，这个我觉得陈汉中的最好。这个弟弟爸爸教你吗？教了多久？国一就开始学了。然后学到什么时候？国一学到现在，都还在学。五年？六年了。这个动作要学六年才能像你现在这样这么熟练。对啊，没错。哦，那我们这样子其实是很正常的啦。对，因为他们这样两三百要搞定，其实是不容易。蛮厉害的。对啊，而且像十下手也很快。而且你看他们都瘦瘦的，这是一个技巧。摇的时候它每一下那个律动是，每一下那个律动它有勾回来，勾回来，因为它是有一个圆嘛，然后你说用左手勾回来，对，哎，我是用右手，没有，我越用越糟糕，哎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还有你的手不能拿那么开，这样太开了，对啊，没有那么开，对，真的要有一个回勾了，对啊，要有一个回勾，要有一个回勾。它其实是有它的程序里面有一个，它会变成是一条直线，然后再把它回勾这样。对对对。现在就等你了。为什么？等你喽，耿娜。我抓不到那个，你回勾的，还要再回来，就是对这个手要，对。哇，为什么？我可以用这招吗？左右集中，哇！我手要抽筋了，啊，好重啊！完成的，最后的竞赛开始。哦，我成功了！哦，我成功了！你是比赛型的选手，我吗？我完全不是，我没有赢过什么比赛。你看我的脚这样有多重？烂脚！你刚刚不是摇得蛮好的？太过于心急也不太好。那我决定把摇金王这个奖项颁给。特别来宾钟成汉先生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住谁家 ？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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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